大家好，我依然是你们的好朋友 MC 亮亮啊，把这样一首历史课送给你们大家，希望你们能够喜欢，开心快乐每一天。说天到地论古今，那么麦子也需要创新，穿过中原到大漠，那么今天上堂历史课，三国貂蝉和吕布，那么历史舞台大人物，吕布为他着了魔，那么勾结黄允杀董卓，杀完董卓偷袁术，那么胯下战马叫赤兔，杀敌斩将已无数，那么三英无法挡他路，要问三英哪几位，那么关羽张飞和刘备，三人称兄又倒地，那么铸就桃园三结义，刘备又叫刘玄德，那么誓死要把江山夺，赵云也把他辅佐，那么三顾茅庐请诸葛，说完三国抢水浒，那么山东梁山雷震虎，农民起义抢国土，那么拼命要为民做主，梁山宋江是大王，那么人称孝义黑三郎，策略指挥能力强，那么武术不是他擅长，二哥名字叫武松，那么练就一身好武功，人送外号叫行者，那么岳美兄弟把命舍，梁山好汉战方腊，那么敌众我寡不惧怕，青丝都变成白发，那么他的美名传天下，长江后浪推前浪，那么前浪拍在沙滩上，梁山一百单八将，那么我们来把他歪唱，入云龙公孙胜，买个手机叫 iPhone， 小李广是花荣，但封闭在他称雄，怒夜叉孙二娘就爱欺负喜羊羊，青面兽是杨志，顿顿夜魔和鱼翅，花和尚那么鹿智深，带着链子开大奔，杨眼龙那么栾小七，成天成宿打飞机，小旋风是柴进，坐着地铁玩微信，这个屌丝真给劲，那么青龙白虎身上印，毒火星是孔亮，爱吃大葱蘸大酱，爱脚虎是王英，男的居然来月经，扑天雕是李英，身上八十多种病，而且全部是恶性，随时要他命，神火教魏鼎光，为了金钱眼全裸，跳剑虎是陈达，走私毒品抽大麻，九尾龟掏玄网，身宽体阔非常胖，随时随地把屁放，那么一浪高过另一浪，以上全部是历史，那么竖起你的大拇指，只要大家能喜欢，那么每天我都写一天，昨晚小鱼受了伤，那么了解主播不好当，谁都不要再嚣张，那么再来惹我就开枪，昨晚梦中丢了魂，那么带上铁锹去挖坟，挖到牛鬼喝蛇神，那么跪下叫我于大人，谁要再敢欺负他，那么他就把谁带回家，谁在公屏把花刷，那么我们助谁把财发。好了，这样一首历史歌送给你们大家，希望你们能开心快乐每一天哦。